赴美救孙安佐钱不是问题，狄鶯胞姊出面緩頰。狄鶯相当疼爱孙安佐，图翻设自脸书20001803.30。孙鹏，狄鶯18岁独子孙安佐在美国扬言要射击校园，因此被美方认定有恐攻嫌疑遭逮捕。30日晚间，夫妻俩赴美救子。狄鶯亲子狄梅表示，狄鶯面对此事非常坚强，更说钱不是问题，小孩平安最重要。据中国时报报道，狄梅透露，孙安佐在美国有2个律师帮忙和法官交涉，此次狄鶯、孙鹏赴美也带着之前在台湾订购的防弹背心、子弹的发票，会将所有相关证据提供给法官，证明孙安佐没有恐攻意图。狄鶯与孙鹏赴美救子，图翻设自脸书20001803.30。狄梅表示，孙安佐从小就喜欢玩枪，身上的东西都是狄鶯、孙鹏买的，直言爸妈买给他的会有危险吗？狄梅也说，孙安佐从小就乖巧有礼，平时也不会讲脏话，认为男孩子讲话比较粗线条，没有想到一句玩笑话竟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。如今狄梅也希望媒体不要再报道，生怕狄鶯、孙鹏因为名人的身份会在美国被刁难。